这些人的追随，这些人的光荣和梦想影响着他，且变成了他的光荣梦想。他说这里虽然是国统区，但我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明媚过。我知道他是因为找到了心目中的光明。正义在胸，人民在心。我是热血战士乔三本。执笔是大义，发声为家国。我是巾帼学子张婉欣。解放经济，解放经济，解放民生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要为之呼喊，为之奋斗。张婉欣是当时很多进步学子、进步青年种种的一个缩影。在那个年代，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，其实是这个国家最早觉醒的那一批人。即使是在这样吃不饱饭、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，他们依然是心怀家国的，他们心中也有着对光明的理想和信念。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，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，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。我饰演的角色叫乔三本，他是一个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一开始是先在国民党阵营的一个大头兵，恩爱到百年呀。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找到了自己的信仰，最后为党和人民的胜利牺牲，这么样的一个角色。他找到信仰的这过程还是挺曲折的。九连的同志们，俺吴小官先去了，高峰！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，就要坚守到底。他看到了李雄官，他看到了王翠。